今天下午是那个考程会哦，要叫我去现场说明我那个绑扎不实的影片的问题。那不过因为我要去医院了，今天早就是人家门诊早就订好，三个月前就订好是今天，所以我不会去随风起舞，毕竟药也没了嘛。那如果我觉得如果是一个认真的考程会，那可能说那下次你有时间再来说明，当然这都他们可以自己决定的，就他们自己到最后说，反正到最后那一关就断掌嘛，断掌决定。那我就在等那个陈主书，看不知道陈主书多严重，再做进行申诉再申诉吧，这样。那这些人哦，不思改革。如果说你处理台铁一些故障的问题什么的问题，都这么积极的货啊，而不是说相对说专门在处理我或者专门在关注我的影片，甚至一直看到几个月前的影片也拿出来挖出来讲。如果是你维修什么之类的，你很重视的话，那我就简单问嘛。501的钢轮失援哦，现在有改善了啦。那所以大概我这样推，大概要两年才会改善。但是在这个我这两年之间呢，应该就有被惩处过两，包括这次我两次了。所以你看，对付一个吹哨者这么积极，而真正去改善列车却不一样。那当然你会说，那个是。对付我是运物嘛，运物这边的不管人事会计政风断账那个火车那种是机务嘛。但是我就讲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让各位思考一下，如果你的车都没问题的话，绑扎也没问题，绑扎也是我们运物的事情啊，对啊，绑扎这个货物列车上面那个整木也没问题的货啊，那我再怎么拍也拍不到嘛。现在他们只会抓类似用老套的公务员服务法那些东西，来说，那你怎么没有经过长官同意发表与职务相关的言论？那我就问啊，那这个是不是我职务相关？绑扎不实是不是有你们有什么列车监视？列车监视有写到这一项，要检查一下货物列车上面的，是列车上面的东西哟。我车站都管。就一堆事情，还要管到列车上，对，所以你说这个什么列车，大概顶多就是上下在列车监视的时候啊，上下货有没有完整，有没有完成的来才能发车之类的。所以你要说这个是与职务相关，那也有点奇怪。但是你又说我这个拍摄影片哦，是上班时间拍摄与公务无关的，公务无关的影片。那我们就简单思考，这如果是与公务无关的货啊，那为什么调度员要给行车命令说潮州访寮间慢行时速20，那各站列车监视看那个绑扎的绳子有没有再松出来，这就很明显就是公务嘛，公务的事情。好，那所以公务事情才会，人家才会发布行车命令。那我把这样公务执行的一个实际的情况，我也没有加油添醋，就给各位看，给国民去看，给长官去看，有什么罪大恶过？那甚至我们站长那时候看到说，这个绑扎不实，那有没有照片？因为隔壁赵副座拍的那个是隔着月台拍不清楚嘛。我们段长也跑到我这边拍啊，说那个画面。我看一下是怎么样的状况，准备要给我记账这样子，所以我就给他看了我的那个影片拍的东西给他看啊，给他翻拍啊这样。所以你要说这个与公务无关吗？那如果假设是与公务无关的话，那等于是我们站长是偷拍我的这个私人的影片哦，因为你说不是公务嘛，那站长你怎么可以偷拍的私人影片？那是隐私哦，也不是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第一个是与职权
你说我发表与职权什么相关的内容不用经过长官同意，那不叫发表。而且那个职权我就不相信你们有明定，好，不叫儿杀未知女。你有明定说哦，以后每个车站都要检查那个7801、7802上面的绑扎吗？应该没有嘛。而且啊，这个绑扎不死不是我特别要操作什么，以前就发生过的啊。有段期间连列车长他来接车，来我们操作站接车，他一接车看到这个绳子太松，他就有要求了，无线电都查出来。说那连列长都发现说这熊狼啊太松了不行，用脚去踩就知道了。哦，所以什么叫与职务发表与职务相关然后没有经过长官同意，这个就是事实跟发表评论是不一样的，因为事实上你就是松的啊。在右边不快，右边在那边挑东挑西的，这是事实。我是一开始片头我有自己，那你说那个什么哦，那个是什么可以拍？我是描述事实，因为你们这些笨蛋呢、啊，很多东西就算拍的打字幕，你也不会去了解，所以我只好再讲一遍。那个就用手机，只是放在那个一个我们车站上有任何可以垂直的东西都摆着，就这样讲一遍这样子。事实要经过长官同意吗？长官不同意，所以就被掩盖事实啊，对不对？感觉没当孤了，你看每个都孤了，当他家路是他家就对了，时速刚20几而已了。好，聊到这边吧，拜拜。